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惊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阿南家朋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，那么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的播时，那么两点开始到四点，以往有小弟阿宏辛苦，甲咱网友观众做回来。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吼。来，咱来看这些社会新闻。专骗涉入蔡伟杰啊，重新唱吼、哦、唱伫个这个温泉会馆做奥客吼，做奥客。来，咱来看这个内容。这是自由时报。高雄报道，专骗涉入目前啊，被通缉伊个即个爱情骗子蔡伟杰，昨伫个高雄一间五星级的温泉会馆落网，蔡被抓了后，伊犯有即个急性症，要求就医啊。连日甲伊工作同齐大即个陈女，守伫个病院照顾伊。看到记者摕起即个相机要甲翕，伊还阁徛起来吼、哦，那么要捍卫蔡即个肖相啊，迄落肖像权呐吼。七月。不过，而这个亲情吼，警方百思不解啊，无什么百思不解啦，就是咱无伫个其中，吼、哦，唔知影其中伊个这个因果啦，对唔对？人总是有一个感情嘛，是唔是安尼先？敢那有诶？咱人，人讲的孙阿娘，水外不强哉，爱就较惨死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安尼生啊，所以这无什么奇怪哈，这无什么奇怪，哈、哦。那么，后来啦吼，警分局侦查队调查，四十一岁蔡伟杰。拥有美国公民的这个身份，曾经化身情报员、军火商、教授，以及到律师，吼、哦，炮制这个破获多金，也这个假象。
利用离婚或者是讲暗婚泄露，那么急欲地追找到另一半，伊的这个弱点嘛。那么骗财骗色，真侪变被掠坐监牢，十年来至少涉嫌着31件伊的这个诈欺、窃盗，连警察嘛曾经被骗。今年5月底，蔡某因为涉嫌对一个女子骗财骗色，在花莲某一间饭店啊来落网。台中地检署认为讲，伊有反复诈骗伊的这个顾虑，申请伊防性的这个拘押。法官却依令50,000元啊来交保。未了4天了后，台南地检署又搁以涉嫌这个妨害性自主罪发布通缉。那么台北地方法院嘛，伫个5月底以伪造文书罪也来通缉。10年前被骗的这个警官吼，一声就认出讲，就是伊啊哩。那么警方发现，蔡某2礼拜前熟悉到高雄陈姓的这个女子，陈女将保单解约，吼、哦，啊来恭伊，啊来开了。连日来被带入去残疗区，一间5000级的这个温泉会馆。那么蔡某入去的时候呢，拢挂着这个口罩啦，吼，挂着这个牛嘴帘。故意这个闲工的时候呢，会馆哦设施哦无完善呢，吼，甲正经伫华联同款意思啦。啊，恁这间哦有够歹啦，安怎拄安怎共嫌呢？对不对？正经伫华联嘛是同款安尼讲。那么餐点无好食啦，吼、哦，那么拗客这个行径，令业者哦头痛，啊，也嫌东嫌西啦。啊，伊也无讲买大要走哩，但是伊都要搁大哩，啊，都嫌东嫌西，吼吼。这个业者感觉吼、哦、真头痛，这个人客哦实在是真歹伺候。啊，不过人伊都。拢有咧付钱啊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那么昨早起，警方趁伊外出食早餐的时阵，吼、哦，那么进前啊去甲盘查就对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出来无愿意出示身份伊的这个证件，将伊带回残疗分住所，啊来查证，拄啊好10年前，哈、哦，遭受到蔡骗的这个爱心车主的这个陈姓，这个警官前往啊来查询，当场认出伊，故意问讲：“你会记得我吗？”蔡还佫讲：“袂记啊。”哦，那么因为警方指证啊力力啦，蔡某只好俯首啊来认坦承。那么，并且算讲，之前历历就是讲，你讲伊啊，某当时安怎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啊你袂认得我，你袂记得我安尼就对了。伊讲啊，你到当时，哈、啊，讲你的时阵安尼欠车主安怎拄安怎啊，啊结果哟，你会记得袂？吼、哦，啊我都摕偌侪钱啊送你去坐车命啊爸安尼就对了。那么蔡某只好啊来俯首坦承，并且以患有这个狭心症为由要求就医啦。那么经将伊介乎就医啊，无多，唔多真，
唔对的时阵，那是真正的时阵，死狗啊那翘起啊，才警察嘛，对唔对啦？负担不起啊，啊，所以当然啦，哦，将到伊的这个要求，啊，该护就医的，叫医生看。但是连你啊，甲娶某同大的这个陈女啊，始终无相信啦，哦，无相信啥？无相信讲这个。吹吼、哦，挂这个口罩的这个大波的啦，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蔡伟杰了，啊，搁守伫个病院照顾伊，啊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个病院绝对靠手靠的，哎，绝对靠手靠的。所以你甲想，家己啊，伊才讲伊。有犯着这急心症，吼、哦！你家想看卖啊？啊，这运动的时阵安尼啊，病应该检查就随出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应该检查就随出，有急心症无急心症，应该这个病吼检查就出啊，吼、哦！这是有关专门咧骗摄入的这个蔡伟杰，已经伫个。高雄哈，比例。那么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，来做参考。啊，咱就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同一个网络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阿宏，没错，不同，再见，拜拜。